加油卡出。你说像向右看球的时候，向你右侧看球，对，50个是吧？对，一变25个，47、48、49、50。好，停。我已经抖了，哎呀，这腿啊，怎么办？做完这个以后，我才发觉到我的臀部的位置在哪儿，平时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早知道我就来参加这个哥哥的滚烫人生之前，你应该稍微练一练，准备好就不会这么弱爆了。立正。好，第二组准备，准备，开始。一、四，最后一个来回。五，哎呀，这腿啊，怎么办？俯卧撑，8人400个。啊？哇！第二名，30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20。27、28、29、30。好，起立。10秒内挂好，返回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等一下。我可能有问题。10秒可能有点有问题，你们想清楚然后就回答。在车子后面呢、啊、对，你要回去车后面挂上回来，有10秒有问题的，现在不能拖，把它拉好。好，李承铉，你觉得你成绩能达到多少秒？21秒。21秒，很好。站长，为什么这个腰带不会后面就缝一下，让它跟外套戴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的腰带上面是还要挂别的东西。哦，还有别的。哦，还要挂别的东西。而且这个腰带在救队友的时候，我会跨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去救你，哦，把你拉出来。哦，明白。所以这个腰带在很多场合都会使用的。好，前四名，原地着装，开始。李承铉20秒43，张晋21秒22，张琪26秒37，张智霖21秒22。嗯，走。我们是不是因为团体也要一起走？我们也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让你们感受一下消防员穿着这个衣服是怎么上厕所的。从这儿到2楼的厕所大概有80米，台阶是48个台阶。我限你们50秒内回来。算了，我不上，我不上了。八哥，我不去了。手套都在不在口袋里？在。把手套取出来。我两边都有。我两边都有。套哪边的？一边是一只手一个。哦，是一只手一个。2边都，5、4、3、2，右边右边。开始。
哎呀！这个血压一来的时候，你会马上明白，这个不是一个随便可以玩玩的东西。好，血水枪。辛不辛苦？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辛苦，辛苦，但是也蛮好的体验。啊，对哦，向一个就，向前看。你为什么没资格？李春炫，哎，到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起个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。我说预备唱，预备唱。哎，对，我想想，有50岁的人还在每天这样坚持训练的吗？没有吧。像我们支队长政委，也都是50多岁，就也是全套装备背空呼。你进了火场就没有年龄区分了。我经历了。来，大家暂停一下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月我们有3位队友过生日，哇！我们消防站呢是按月大家一起集体过生日的，田震到，杨博到，那么还有一个10月份过生日的。李承铉，哎，到，来，现在在的3位寿星，你和田震好像还是一天的，30号，我也30，哇，自己吃，交给你了。可是我们对火很敏感，他一点我们就，拿那个水，不是拿水。来，我们一起给他们唱个生日快乐歌。陈小春，起歌。哦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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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许愿吹蜡烛。要不你先。好。第一个许愿，希望我每一个消防员，全国全世界的，希望你们可以平平安安。好，最后的许愿我自己留着。好，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吹蜡烛啊，我们一起吹吧，我们一起吹。1、2、3。谢谢，很开心，也是完全没想到我和他是有缘分的，我们是同一天生日。虽然我们平时都是很严肃的，都在各自在忙自己，但是哎，生活起来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很热情、很温暖的一帮朋友们。哎，一起。先那个拿一个给站长。好，谢谢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一班长，生日快乐。生日谢谢。这蛋糕很好吃，是阿姨自己做的。这是自己做的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你快1分钟，你快5秒钟，你就能早5秒钟救人。钻过火龙，你不能被时间影响，就是真的快而稳。
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跳火盆。选工具破窗，里面有一名被困人员，把他找出来。好好好，放放放。哎，谢哥。